杨振宇跟他接头呢，你看我十五，他大高个子，也一把一点零胡子，我那时候小啊，丑还。1935年，在东北的白山黑水间打了两年游击之后，15岁的黄殿军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司令杨靖宇。那年黄殿军还没有枪杆子高，当身高近1米9的杨靖宇站在他面前时，他以为是天神下凡了。45年后，1978年，年幼的马继民也有了相同的感受。小人书里画着的英雄杨靖宇是他的爷爷。我妈给我讲我爷爷的故事，战斗故事，感觉爷爷就像书本里一个抗日英雄一样的。杨靖宇原名马尚德，1905年出生在河南省确山县。幼年的他为人宽厚正直，在同学中颇具威望。农村上私塾的时候，因为家里条件相对好一些，有的学生交不起学费的时候吧，他也回家给自己的磨自己的母亲的啥的，帮人家交点学费啊。有时候过年过节的时候，家里说你去给弟弟地主送点礼，送点过年了嘛，送点东西。我爷爷脾气这也倔，说啥不去送。学生时代的马尚德富有正义感，并早早接受了新思潮的熏陶。他在22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投身革命运动。28岁时受党中央指示，马尚德离开家乡，前往东北开展革命工作。但当他踏上北国的土地时，那里早已沦为日本控制下的伪满洲国。日本到中国来占领东北的农民的土地，就占领了以后，他就把他需要的那个地势都把它开始转来占用，老百姓都给烧掉了，房子给烧了，那段非常残酷的，死了很多很多人，老百姓被日本官兵杀老啊，国土被侵占，家园被毁灭，世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主人，成了侵略者刀下任人宰割的奴隶。看尽了东三省人民所受的屈辱，马尚德把名字改成了杨靖宇。靖宇的两个字的意思，就像朝语的发音，就相当于就是光复祖国的意思，就这意思。那是1930年，距离卢沟桥事变还有7年时间。日军已经开始为全面的侵华战争做准备，而国民政府却对即将到来的战争仍然抱有幻想。但在东北的严冬里，在长白山区的森林间，无数失去家园的热血青年已经开始了反抗。为了受他气，挨打受骂，一股怒气呀！1931年，杨靖宇受命党中央委托，到东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任东北革命军第一独立师师长兼政委，而他的战场就在今天吉林省东北一带的雪原和森林中，这里被日军称为东边道。南满那个地方，那是日军的重点防范地区啊，号称这个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这条生命线的连接就是从这个中国的东北，通过朝鲜半岛进入到日本，这条连线中间就是东边道，而杨靖宇就在这个地方生存。东边道是日本在伪满洲国的重要交通线，驻扎在这里的是号称日军精锐的关东军。这支部队训练有素，装备精良，是日军在远东地区最为强悍的部队。这支部队是日军当时派到海外的最强大的野战兵团，他的部队都是老兵，而且训练极为严格，达到什么程度呢？以他这个第8守备队的战史之中描述的，说他们新兵到达之后，
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射击训练，就开始做这个考核。在考核的时候，除了打靶以外，还要打铜炮，军大衣上的铜扣子，200米的距离上是墙上放着铜扣子，叫一枪一个。杨靖宇所率领的抗日游击队装备简陋，兵力薄弱，没有固定的给养补充，官兵也来自各个阶层，这样的部队被骄傲的关东军称为杂碎。在日本人眼中，剿灭这样的杂牌军简直就像狩猎一样轻松。起初他们甚至连杨靖宇是谁都不知道。在吉安县小的第一军一个团，32团，又在吉安县长岗打了一仗，又叫他42团，打了2个胜仗，叫他2个团，这给小一本子很大个打击啊。几次交手下来，日军上下已无人不知杨靖宇的大名，因为每次与他的队伍作战都吃尽苦头。往前走，要个雪儿，他要在这里，在这埋伏上。他顺咱们这脚60年到这，到了圈里头来了。这一顿枪啊，顶水打死个5个6个，一天说不上打多少仗了，埋伏个3回5回。他是他妈属鸡猪吃，猪光知道吃，不一直打。交战几年间，关东军没能从杨靖宇那里占到一点便宜，而他们眼中的杂牌军也变成了来去无踪的可怕对手。他是一个游击战大师，杨靖宇身高啊将近1米9，在当时的中国人里面，就是见到他都认为杨靖宇是神一样的存在，但是他的作战方式却正好跟他这个魁梧的身材是相反的。他作战就像是动如鬼魅，他可以一下这个部队啊行走千里，引着日军追踪他，他可以走一个月，直到他发现有战机的时候，他会突然反击，然后取得战斗胜利。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中国人民的8年抗战开始。已经与日军周旋了6年之久的东北抗日力量，逐渐发展壮大起来，部队扩充到了3万人，11路武装。中国共产党整合各方力量，组建了东北抗日联合军，并任命杨靖宇为第1路军军长兼抗联总司令。驻扎在东三省的日军感受到了巨大威胁，开始对这支部队极力围剿。随着关东军对东北抗日武装的全面围剿，抗联最艰苦的日子也就此开始。他们无军无援，缺少必要的补给，却经常要在零下30-40度的严冬中与数倍于己的日军作战。许多时候，为了防止行动暴露，部队甚至连御寒的篝火都不敢点燃。一宿睡个好觉，白天敌人跟着还要打仗，你算呢？他说这。强大的敌人和寒冷的严冬摧残着部队的意志，那段时间大家都很消沉，而杨靖宇却始终保持着与日军作战的斗志。有一个义勇军将领就回忆说，当我们去见杨靖宇的时候，他是怎么说服我能够打赢日本的。那时候跟杨靖宇说了说话的时候，他杨靖宇就从地上取起了一个炮弹片，说你看日本人打的弹片，你看这个弹片有什么特别的。这有什么特别的？他看了一下，没有什么特别的。说你看他上面的数字，写的是昭和12年，就是1937年。杨靖宇见他的时候就是1937年。他
说你看日军已经把当年制造的炮弹都拿来跟我们作战了，他的战争储备已经到了一定的限度，说明我们困难，他也很困难。在日益严酷的环境下，杨靖宇没有停止抗争，他们几乎每天都与日军交火。短短两年时间，抗联部队的人员锐减，很多人劝杨靖宇保存实力，将部队转移到苏联境内，但却被他拒绝了。我爷爷就回答说，咱们不能撤，咱们在这边举的一面抗日大旗，咱们不能倒。如果这把大旗倒了，等你再过以后，你出去休养以后，你再回来，再举起这把大旗是更难更难。为了化解日军的围剿，杨靖宇带领部队展开了西征作战，意图跳出包围圈，绕到敌人后方坚持游击战。一次西征，两次西征，转到敌人背后去。但是没想到的是，你跳出一个包围圈进去，又是一个更大的包围圈。这一方面是因为东北地区它本身就是平原地带，它的日军的这个交通特别方便；另外一方面就是日军兵力源源不绝啊，70万部队压上来说，你上哪儿去找空隙？由于敌人的重兵围困和情报泄露，两次西征均以失败而告终。到1939年初，杨靖宇领导的抗联第一路军只剩下不到1000人，活动范围被压缩到了吉林东部的狭小山林地带。而关东军的讨伐作战每天都在进行。不仅如此，抗联部队储存的越冬物资也被日军全数焚毁。在-40度的深山中，这支部队彻底断粮了。今天三十晚上，想要吃顿饺子啊，上哪整饺子去？没饺子，咱们把这个乌兰鞋煮着吃吧。这个乌兰吧，是个牛皮做的，有蛋白，啊，不能不吃荤呢。过节去吃饺子没有啊？是吧？所以得用这个煮着这个，啊，煮了以后你就，反正是不是很好，但是多煮以后呢，它会软和一些，那就肯定吃了。没有了食物来源，眼看敌人的包围圈越来越小，杨靖宇下令部队分散突围，自己带领警卫团100余人向相反方向移动，掩护主力撤离。然而由于叛徒的出卖，杨靖宇在行军中遭遇了日军讨伐队的埋伏。这一让他的警卫团寂寞，身边的战友一个接一个的倒下，最后只剩杨靖宇孤身一人。在危急的状况下，他依然保持冷静，瞄准了日军包围的空隙，趁夜色钻出了包围圈。剩下军长自个儿了，这一宿80多里地。在围捕杨靖宇的过程中，一支600多人的日军讨伐队因冻伤和掉队造成的战斗减员竟然达到了500多人。因为爷爷个子大，他就说他在山里面要是跑起来的时候哈，日本想很难追不上，就是日本原表组他像一个鸵鸟一样，他两个大膀子一甩哈，跟个大鸵鸟一样的。找不到杨靖宇，本来几乎已经放弃围剿的日军又从叛徒口中获得了杨靖宇的行踪。1940年2月23日清晨，在今天吉林省靖宇县3道崴子的一条小河边，杨靖宇被数百名日军包围。这是日军第一次如此接近杨靖宇。您是杨司令吗？对，我就是杨司令。这是一名参与讨伐的日军士兵记录下的他们与杨靖宇的最后一段对话。此时的杨靖宇已经6天没有进食，几乎失去了行动能力。杨司令，不要再抵抗了，您曾经的很多同志都在现在的警察署工作，岸谷龙一郎厅长很敬重您，如果您归顺必将热情相迎，何必着急去死呢？我珍惜我的生命，
但如果我今天贪生怕死而归顺，如何对得起那些死去的战友们？我的同志们依然在东北各地奋战，而你们日本帝国主义终归会灭亡，我将抵抗到底。不必废话，开枪吧。说完这段话后，杨靖宇手持双枪开始朝敌人射击。他在这儿，在这个围这个杨树这个岭近的转着打敌，打来打去什么，日本的就下了死命令，调了四架机关枪和他的。一阵猛烈的扫射之后，杨靖宇的左胸被机枪打穿，壮烈牺牲。现场的日军并没有离开自己的隐蔽位置，他们不相信杨靖宇就这样被他们杀死了。日方记载是这样的，说是当他们到最后发现杨靖宇已经被打死了，靠近他们遗体的时候，这些日本人啊说忍不住发出了男儿之气，就说啊替这个好汉子哭了。很快，日军将杨靖宇被击毙的消息用飞机散发到了东三省的各个角落。直到今天，抗联老兵都对当时的场景记忆犹新。日本那个飞机撒爆，满日天天撒呀，你们军长将我们打死了，你们没有出路了，投降吧，那点血。当时您看到以后，咱们部队是什么样的反应？哎，就寻思不能。残忍的日军割下了杨靖宇的头颅，准备送往日本邀功请赏。而通化警务厅厅长岸谷龙一郎一直很诧异，杨靖宇究竟吃了什么，让他坚持这么久？于是他命人剖开了杨靖宇的胃。肚子剖开的时候，里面啥也没有，就一些草根有一部分，树皮有一部分，就是棉絮最多。所有的日军都震惊了，他们自幼崇尚武士道，以忠诚坚毅为信条，却根本无法与这位中国将军的战斗意志相比。几天后，日军破例为杨靖宇举行了慰灵祭。一位日本军官感叹道：“如果中国有100个杨靖宇，那么日本已经破产了。”仅仅为了追击杨靖宇，他们所花的经费达到多少呢？达到了日本当那一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换句话说，只要这世界上当时存在100个杨靖宇，那一年日本的国库就会全部被花光了。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支部队南下调动，途经河南省确山县，一个少年人手持一张模糊的照片，逢人便问：“你见过我爸爸吗？”中国解放军南下的时候，因为我们村庄是在京广铁路旁边，南下顺铁路走的时候，我姑姑和我爸就拿这张照片就去问谁。谁知道我父亲？谁知道我父亲呢？拿着照片找。杨靖宇离开河南时，他的儿子刚1岁，女儿仅仅出生5天。直到1940年殉国那天，他再没能回到故土与家人重逢，而他的妻子也已经在战乱和思念中离世。几经周折，1950年，新中国的有关部门终于确认了杨靖宇的身份，他就是来自河南的共产党员马尚德。我们是东北抗疫联合军，创造出联合军的第一路军，平怕的冲锋杀的交接声，那就是革命胜利的铁证。
1938年冬天，在吉林省吉安县的森林里，刚刚经历了一场恶战的杨靖宇，在短暂休息的间隙，创作出了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军歌。在随后的几年里，这首歌伴随着呼啸的北风，一直回荡在东三省的白山黑水间。今天战火纷飞的年代已经过去，还会唱这首歌的人也已经寥寥无几，唯独英雄不屈的意志依旧照耀着这个民族的每一寸土地。一条绵延不绝的神圣边防，一次触动心灵的真情记录，一幅雄关边塞的壮美画卷，一首戍边军人的铁血长歌。大型电视纪录片《走边关》，中央电视台军事纪实倾情奉献。